Hello， 我是依涵，今天我又回来单人生存了。小班告诉我说，明年更新了圣诞老人。哪有圣诞老人呢？现在又是晚上的。哼，你怎么有圣诞老人？圣诞老人是要给我送礼物的吗？圣诞老人好呀。孩子们，看看我的货物，有怪味糖果、圣诞铃铛、小雪。是的，结果一个钻石都没遇见，还是试一下这个斧头吧。我就来到陆地，又是月圆之夜，圣诞老人又出动了，还有棵圣诞树呢。圣诞树我就带走了，爷爷我就不和你买东西了。用斧头试一试，这挖的速度也是比破坏方块还要快呢。小白，圣诞商人出来的第一天，你们猜我花了多少颗星星呢？那本期视频先到这里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